花莲港站发生这刷胶车撞入去铁轨路以外，这是一台刷刷胶车在等我的时，从伊边仔的这铁道，好在在迄阵无火车，啊，驾驶无啉酒，敢是疲劳驾驶嘞？爱个调查。监视器画面看甲真清楚，一台山脚车伫花莲港西边码头的另外道路弯道，直接冲破护栏，弄入铁轨路，铁轨路下个压电缆随爆炸，关键时候警员赶紧报案。赖姓司机左手及头部有轻微的擦伤，没有其他的伤亡。工程单位也在2:50左右将肇事车辆脱离铁轨。刷脚车弄入去的铁路支线是花莲港支线，专门载运货物，平均每天大约13往来。暗时10了后，无列车通行。警方调查司机酒测值是零，敢是疲劳驾驶，也来厘清。现场的损害部分，目前正由花莲港务分公司派员评估中。这个发生的这个地点啊，过去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同样的类似事故？哦，没有。另外，松花公路车站 A 道也发生一件轿车自撞的意外，来自西班牙游客一定四个人，驶左来的车由南往北，伫经过大桥线147.2公里的所在，弄到路边的护栏当中，造成一死三伤，其中一位还未脱离险境。副驾驶女性乘客左肋骨及骨盆疑似骨折，后座女性乘客车身有多处擦挫伤，后座男性乘客意识昏迷，驾驶以油压破坏器材将患者脱困，分别送往85医院、门诺医院、慈济医院就医。经过警方调查，车顶乘客两男两女，三位西班牙籍，一位捷克籍，驾驶是61岁十外人，有合格国际驾照，酒测值是零。详细发生代志的原因，也由台警方进一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